才死点半吧。四十了，四十五，五十快五点。好退一步，上马没上去，我马上了不了，上马了，是一个苹果的，他那个马上了，上马你看完给你这体育出来你马了，想自己，上来再跑嘛，上来再跑一种，你自个上自个上，真的，你就可以。你这说就是不激动，打我！我也打不了你。嗯，我家没事。那个蛋子。终于打不过了。这都不给你踹了，一讲就不给你踹了，那一样的不换了吗？嗯，这不合适啊，确实弄个冰去，这不吃人，是不是？这不吃人，我吃人了。鸡舍的整个是吗？倒一江，倒一江马一踢一跺多好啊！这是，哇，哇，我准备吃饱。怎么想？不上一将你不想换，三个三的不换，不能换，不能换，换哪能换？过来杀这个兵也行，我说过来再杀这个兵，杀这个兵也行。杀这个兵也行，杀兵也不错。那个狙三累了，上香吗？上香不用上，咋累？狙三累。
居先占累嘛。开这里边，你跑过城里，你也麻烦了。你又回来了。咋回来？你拍着他给整了，拍着啊，拍着这外屋有啥拍？有还有更歪，那树也爬不了。也许困不着，上个树。现在谁也不能爬。上香丢吗？上香，上香。上香不丢吗？只有上香。没有上香，那不丢。木匠工人来铲子。这是上马了。这一步也没准。举太高也不行，没准。上马了。马上来也不好。看肉，马上来可以。不看肉，戴个口罩看不出来。挤不出，哎呀，嗯，这真是呢，真是，吃。哪不要？叫啥来？什么香？马不要了，太急都行。真好，对。他不太棒了，采访你也讲了。讲在台湾，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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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该谁走了？该你走了。该你走了。啊？该你走了。该我走了。啊？那不等你走。该我走了。好像你家人走了。该我走了，我就该走了。我等你，你走，我跟咱俩我认识你，这跑车咋的？跑车不？去高一步开，开着嘛等于。该我了是吧？肯定该你走。啊，该我了，我以为该他了。等你嘞，你看等他，我就会等他了。那你等啊，我说他这么难的，我一般很少都这么难呀。嗯，嗯，我这杀过来，杀过来杀我的香。真哎呀，换吧。嗯，换吧。都到底了，家的妈妈，是吧？这都到底了呀，到底吃泡，第二吧，啊？那只有到底，他腿地方。
这里头吃的它多爆啊！香鱼已经做了，那不好啊！这个品种香，他的妈都一掉是不是？品种不香，好拆不得。他的妈都一掉了，你说这个品种不香了，掉。我都是放品的，这都是吃东西啊！你说你污染气污染一大地，我往那一丢，这一桌子妈，那你一推一撒，吃不着，还揣着车了。哎，他走跑了，平了，跑了，我讲已经一平，他往上推，他往推，他不是刹这个跑了，我那个刹跑他老妈的，那不是换气，还能换吗？还有他老妈，他又不是，他真能推，他不敢去转，他不敢研究嘛，对，经常让你抽他，是不是？对，经常抽他了，他敢弄。你过年，你下次他拼车来，你有个拼车去。我不吃你的妈，小五点会吃，我不吃你的妈，不吃吗？那你上吗？上吗？上马下车，上马他就给他直接泡了杀了。上马上马吧，穿着车你还不敢？上马好了很上马，你等你搁到去挤了上就出不来，他老妈还掉着了。上马最好了去。你丢跑他丢吗？啊，对。我这个小胖啊，我哪走哎？上嘛上，吃点儿嘛就行。快点儿啊！他吃你的跑，你吃了嘛？这体力还不赶紧接呗？上嘛，正好接了。上，上吧。好吃了，行。嗯，这个热气的。吃了嘛啥了？那就不搁这了。干肉嘛啥？冰不敢留，讲的要香，冰不敢留。他打着打了，你冰都不敢留了。打嘞，快叫他打。慌吧？他打着打了。慌吧？打过来，打过来，打过来不行，打过来危险。打了以后，打了以后不碍事。对，少去。打过来呗。打过来吧。走，打过来看着啊。推，别打他。还行，不能打。推车去坐他了。我要是先吃这个底下的。样样也吃。吃不得香。你等一下。吃不他们叫吃多吃多，你等一下。啥子嘛？哎，这么多菜也是。做它干啥？皮包大饼。肯定做的。皮包个的。皮包大饼饼。这是品质吧？这个。啊。这不坏俩事。对，皮包这个饼。还拼命拼货了。都退了呀，都退二了。皮二。这三折的五，三折的五都做了，把锯丢了它。对，该打吗？打。大妈，这是打掉的完了。打架打架吧，这打架了，我不敢了。不能打枪，这打枪丢局了。丢局了，哎，十个兵，这欺辱了，嗯，这欺辱。这兵他多，红兵他多呀。我现在他要打我了嘛？哎呦，是，这你打那枪肯定不中。不能打枪，不要打。哎，重兵别给他。工中兵给他，工中兵拿那药箱，工兵留着就行了。工中兵啊，他跳了，你就杀他了。他没死气，他随便走，他有弄。跳这儿你能杀人家？跳这儿你能杀人家？你能往里头？兵太多了，都红兵、正小兵。上吗？还不知道出来出不来了。你这兵是兵多，你这兵多，兵太多了。是的，这里跟他说不能打架，他不要打。你打个那个响，对我啥？这谁的杯子？坐吧，打个抽。你那他没好意思打个那。没有本事，他打到地下一点劲儿都没有。打啥吧？打响了，打个地下，反正摆着嘛。打响了，响了就扔了。兵太多了，先先让我一盘。走到这一步了。Thank you.
回来吧，瞧着，你出局。